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Hi, welcome. Hello, I want chicken shake. 什么？Lemonade. Lemonade, small or large? Small is okay. Small is nice. Yeah. One question. This one, free fries. I got the two vaccine already. Can I just verify if you have taken that map? Uh-huh. Oh, it's $13.50, ma'am. Okay. Thank you. If I have a... Okay, I have a bag. Is that okay? Yeah. Okay. And box? That's a delivery box bag. Oh, okay. Yeah. Can I get one normal fries?粉裹的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厚，不过这油看得出蛮黑的，这炸出来的是这个颜色的鸡，然后吃起来我觉得不会很柴耶，水分还蛮 OK 的。然后这个鸡肉汉堡我会给8.5分，给大家做参考咯。然后我今天点的水是 lemonade， 我已经喝了一半了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然后它虽然是糖浆的，我觉得不会太甜。对，这个我给7分，给大家参考。杯子长这个样子。我现在在深圳。OK， 现在啊，新加坡，如果你打完疫苗之后啊。然后你可以拿你疫苗的那个 app， 或者是打完疫苗，他会给你一张凭证，一张纸，证明你几月几号打完两剂疫苗，然后你就可以来 check， 然后这里 order 任何一个 burger，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 local 菜，那你如果点一个套餐，它本身又只有10条，那你可以再 order 另外一个。然后就是免费，可是就是你要给他证明你打完疫苗的证明，还蛮不错的，给大家参考咯。Thank you。好，我今天来的店在这边，它在樟宜机场的桌新耀樟宜里面。今天特地来就是为了吃它的汉堡跟薯条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然后因为我吃不完，所以我给他打包。对。打包待会等肚子饿的时候再吃。然后这个是樟宜机场，好的，这边是 Terminal One 航下一，然后你航下一走过来，这
就是雪雪汉堡店。好，我现在要过马路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打完飞信的好处，还可以吃到免费薯条哦，这是额外的啦。不过注意安全好吗？那我们下次再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！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